便吹，随便吹，随便吹不会硬哦。加油！什么啦？不是啊，因为你不要想歪嘛，因为我这个做起来热度都在洞里面，哎，那你要把里面的那个热气吹走啊，它才会外面酥，里面也是酥的、啊。你如果是对着外面吹，是里面软啊，这样吃起来会怪怪的、啊。你不要想歪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想歪。所以你的口音是哪里？好特别。我是真的客家人哦。可是客家口国语是这样吗？一点这个。我是例外啊。因为那基本的都讲不好。然后在台中当兵都是闽南人嘛，啊，没办法，你讲客家话人家也听不懂。我连上只有三个是客家的，所以你被迫就是要学台语。哎，讲一讲，哎，刚好我们连上又有一个那个长官有没有？他是那个原住民，他久而久之又跟他学，所以就混在一起。对，那台语原住民的那个腔调，然后又客家话，讲一讲，讲到后面自己都讲不出。变混血了。